谢谢我的生命。我爱你们，也谢谢每一个听过我的人。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非常非常开心跟你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谢谢。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官方公布了太古湾音乐节的完整阵容、舞台分布及场地分布。周深在5月3日的 A 舞台。话说，有米泽抢到音乐节门票了吗？太恐怖了，一秒售罄。周深这号召力太震撼了。音乐节就这样，演唱会门票就更难抢了。据说5月3号的音乐节很有可能会有二专的歌曲，太期待了。12日，东方风云榜官微艾特周深发博，说周深登上上海地标大屏城市之窗，原来是小美满拿下东方风云榜15807周榜亚军。微博还说，小美满用带着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生活场景，传递出简单日常的美好。同一日，新华社、新华网、人民网等官微继续用小美满做 BGM 发了多个视频。小美满上线一个多月，热度一直持续在线。另外，周深在央视春晚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今日完成备案，有望上线录音室版的音源，估计录音室版音源很快上线，就是不知道央视元宵晚会的《万物温柔相依》是不是也在备案过程中能听到正式音源，一起期待吧。热辣滚烫一样，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自己爱自己，对这件事情会更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可能比较类似像性格敏感的人啊，或者很多时候会过于的照顾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情况，会觉得很会让自己很多时候会很多憋屈。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和这个歌就是不停地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的时候，让自己会变得更值得被爱，所以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也不要忘记身边所有这些小美满吧。所以今天唱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包括看完电影之后会更感动。对，电影的画面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对，因为小美满这首歌在电影当中有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乐莹在打拳击的时候，有个纯钢琴曲。我在想啊，这首歌它的内核小伤感的部分终于被体现出来了，因为大家初听这首歌会觉得是很甜很轻松，但它的内核其实是有一点点当钢琴的伴奏响起来，对，有一点点难过。所以最后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自己去陪伴好自己，也可以把所有的世界变得更美好。2024年3月9日19:29，周深工作室一则周深新专辑官宣，全新个人专辑《探索未知》，敬请期待。字不多，图也很简单，既未透露时间，也未有方式，更没有一个音符的试听先导。如果我没有记错，周深第一次公开场合 Q 专辑是他工作室成立不久，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筹办自己的专辑。他也不止一次说，录十首歌曲对他来说真的不难，但要用一张专辑来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就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今这张哪吒专辑即将呱呱坠地，3年多的时间都经历了什么？网络热度转移虽然快，但网络也是有记忆的，多少营销号以专辑为借口责难了多久，很多人以此也没少嘲讽。即便如此，周深在干什么？他曾经说过，挺过二专他就是好汉，该骂的也骂完了，他的音乐态度也出来了，其他一切就交给真正歌曲的人去评判。这3年多，他说自己仅 demo 就录了100-200首，最夸张的一次推翻重来是进度已经到了80%。这对一个歌手来说，除了顶着舆论压力，也有其他成本，而这些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魄力。演唱会它应该是一个，它是一个很美好的相遇。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我觉得每个舞台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站在无论是小舞台还是大舞台下面为你加油的人，他的那份爱都是一样的。当你的听众的那个数字从变成一的时候，哎，那个爱就已经发生了。永不散场。
现在即将是 0.3 dB 周深用十年走自己音乐路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名片呈现的时刻了。最近几天没有任何营销号出现，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给周深一点点热度，同时也不知道在憋着什么，接下来一定是一场腥风血雨，但这又何妨。如果从周深最近一个舞台算起来，超过半个月，这半个月除了一天他的微博指数低于一亿，其他均在一亿以上。要知道周深已经11天没出现舞台营业了，这熊熊燃烧的热度感觉就像随手丢下一粒种子，他自己就茁壮成长并成为参天大树。他们彼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就厉害了，就是美好嘛。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其实可能很忙或者很累或怎么样之类的，其实很难去找到一个安全感，但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是两代歌手就通过音乐去认识，然后去开始交换彼此的安全感。无论是声音也好，无论是眼神也好，无论是所有，就像我跟周深，你会发现他们开始越来越对彼此有安全感。我也很恭喜你找到了你的安全感。我知道一个跟自己非常合得来的派档，那个感受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就是你从我们所有榜样身上看到了你想要的那份美好。这么快就到最后一集了？对啊，录完了。对啊。情深深，你们是情深深，对，也算是天作之合了啊。喜欢音乐的对方，周深也想再来一次吧，要回来，希望能够跟周深老师。OK， 周深你可以的，加油，为我打气吧，加油。一听起来就是那种对音乐、对唱歌很有热情的。一开口我就在那笑着，哈哈，贺勤老师，心里已经默默地打了个招呼，贺勤老师您好，贺勤老师，贺勤老师还好吗？还好。贺勤老师出来。来。OK 了。我们同一个时间段在同一个场地，背着同样的耳机。到您说话了。好麻烦的，那个小朋友好麻烦。哎，那不得还是得长大吗？人生不一定有那么多重逢的，而是你没有离开很久的样子，就见了这个都没变了，就该打打，该闹闹，该调侃，该调侃。我们一定要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永不散场。